谢谢方志群。好重哦，你帮我背啦！不要，自己背。帮我背啦，拜托。自己背。来，下一位参赛者。林伟，好，自背。下一组，王信伟、林宇智、张海先准备。顾中浩，顾中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我们硕二的林伟浩，然后他是资工所硕二的顾中浩。OK， 我们来自纯正的资工系 B96。会笑的都是没年纪的。好，那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自卑。认识新朋友，怕回首太排除，所以只好一个人行动。后来连最单纯的关怀都像是刻意的讽刺，讽刺你最孤单的真实，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。你可以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你该勇敢放手一搏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卑微的哭泣捆绑。你随时都可以低头，但别为你的自卑感左右。所以就不敢做，怕说的不动人，所以保持沉默，怕会被人抛弃，所以只跟人靠近，怕会看到结局，所以才开始想封闭自己。后来连最单纯的关怀都像是刻意的讽刺，讽刺你最孤单的真实，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。你可以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你该勇敢放手一搏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卑微的哭泣捆绑。谁都可以低头，但别被你的自卑感左右。如果什么都还没做就先放弃了的话，不觉得有点太可惜了吗？
你可以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你该勇敢放手一搏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被无谓的孤寂捆绑，对谁都可以低头，但别被你的自卑感左右。谢谢。